不知读者们有没有听过甩鞭效应？等等等等，你说甩什么？喂，不是那个想入非非的甩鞭，而且更不会是科幻电影情节坏人手上甩来甩去的那样。所谓的甩鞭效应，是因为后方车辆突然向前追撞，即便驾驶已绑上安全带，但头部也会因惯性运动瞬间造成角度过大的后仰，而形成类似甩鞭的动作。可别轻忽甩鞭效应的影响，轻者会有头晕、记忆力衰退、失眠、情绪易怒等症状，严重的话可是会伤及中枢神经，造成瘫痪，甚至得靠轮椅辅助。因此为了降低甩鞭效应发生，不少车厂从2007年开始便重视主动安全头枕科技发展。而头枕作动原理主要是，当后方车辆追撞时，座椅头枕便会自动升起，以缓冲降低颈部受伤的可能。虽然安全带与安全气囊两者缺一不可，但如果少了主动安全头枕科技的搭配，可是会造成无法抹灭的遗憾。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